香港女星关之琳是娱乐圈内知名大美女，而这些年她除了在演艺事业反战不错外，而且做生意的头脑也相当好，是有名的大富婆，这几年也很少再出现在电视荧幕面前，但是小时候梦中的女神绝对关之琳算是其中一个。她饰演的黄飞鸿里面的十三姨就是我心中的十三姨的形象，太深入，简直就是一个女神。关之琳今年二月正式进驻半山市驾约1.5亿港币的超级豪宅，刚新居入伙三个月的她谈起大宅的设计装潢仍难掩兴奋。我以前一直梦想做 interior designer 室内设计师，虽然未能梦想成真，但每次搬新屋设计上我都会参与好多意见，也会去环游世界搜罗家私，在客厅就能看到维多利亚港的无敌海景，简直让人相当羡慕了。不过这超大豪宅中却只有一间卧室，也实在让人纳闷。原来是因为关之琳将另外三间房打通作为衣帽间使用，能拥有无敌大的衣帽间可能是每个女生的梦想了。你怎么看在寸土寸金的香港，普通人估计都没有他鞋屋大。